过来了，我这有点我涨车了，左拐涨车，我们跳一起，我们攻击。嗯，我往你们那跑。嗯，我走了，掉。刚才我看错了，我看人较量，我就往回头飞了。我没关系，你们那儿还有个人在天上。注意啊，在你们更东、更北的方向有一个。这就叫怎么吃鸡吗？嗯，就是像我一样荒野求生。我觉得这张图荒野求生好难，就我觉得没有以前那个好哎。虽然画质是，它还是有 bug， 就 bug 还是那么多。哎 ，bug 是一个没少。bug 这个毒气还那么屌远。现在，好好好，我有个现代手枪，有个9 RK， 这边就现在。第一个毒气还没缩，只剩六叔。哦，有人在打了，高的点，掉了，还有人吗？还有，有，那看，楼上，不对，是后面人，是远处吗？对，后面人在，里面还有，对，有人在，好像在楼上，肯定有，楼上，谁开了门？故意开的门，他走了。左边，眼睛刚出来，有两个人，打死他们。漂亮，全收了。应该还有，还有一个。听到。并没有看到那个 Q Cam。我操！好的。他阴在某个角落。这么多人，被他拍的，你先去接那个，先去接业内干部一起进毒圈，要不然我感觉他跑过去可能，不过也差不多的。你知道应该先去支援，主要是我没有任何东西，眼睛过来找我才行。他可以给你东西，这没爆头。回血，他这边他真屌，你这是几倍镜？四倍镜。我不知道刚才那距离我应该抬高了。剪辑，你们剪个油啊！我还在打呢，这有两个人，所以这是嘛，然后被反而进屋，像这里
演技快来，我听到声音又对要开门，哎，绿的，他好像好像在打谁？对，这边估计会来从这儿扑上。他已经扑上，哦，在山里边山。你没子。新的提醒。对，车他妈怎么这么爆？教练，是这个房子，你要给我赶快增援一下张爷。我是空，他这全是死人，你可以随便解码。我来了，我把车开过去。不用不用，你继续走你的路吧，我们有缘再相见。基本上无缘，我觉得我肯定会死的。你走你的路，不要管我。右边有人，看吧，我觉得。演技。哎，我这儿有人，我这儿有人。对平赢了，我们就走。弥补了曾经枪杀演技，我再也不怪你了。我想坐后面，好走，我走，好好我走。我要怎么走？往左对，我这个车更难转弯了。你睁开。前面的不会是个人吧？教练怎么压了？这车为什么不动？我也没有压到。喂！我上车。你压上来跑。炸！这傻逼车，你他妈不？这我操！还是晕。